服务员，等一下。您好，您今天一共消费了2元。哦，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家也太黑了。这还黑呀、啊？菜上桌剩的，酒你自己带的。我就跟您说了个餐具费，这哪黑了？就是黑，因为这餐具也是我自己带的。也是我自己带的。中国话要分怎么说，有的话有些人说但你不一定能说。比如说这个配钥匙的师傅啊，他就能随便对别人说你配吗。这话你能轻易对别人说吗？再比如说算命的先生，他就可以随便说你算什么东西呀。又比如说食堂的阿姨，见到你就可以说小伙子要饭不。这话咱们也不好说吧。你再看上海这个垃圾分类分拣的师傅，你走过去你是什么垃圾啊。最后到了这个网约车的师傅啊，他可以很坦然的跟你讲，你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。当代女生发朋友圈自拍100张，精修一小时，昨天的奶茶，上周的火锅，统统放上去，写一句简单又高级，积极又忧郁的文案，熟练的屏蔽长辈，发送，好多点赞，好多评论，等5分钟再回，欣赏自己的盛世美颜，沉迷于姐妹的商业互捧，我真美，我真好看，简直是仙女下凡。哎，小姐小姐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快速的回答我。什么问题啊？儿子、老公、爸爸哪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啊？老公。哎。你到底喜欢啥样的？愁死爹了。爸，我喜欢那种长得坏坏的男生。长得坏坏的？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我是喜欢长得坏坏的，不是长坏了的。可以借我1块钱吗？为什么？这样我就可以加你微信还给你了呀。我看你是想骗我钱吧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你看我怎么样？我看你看半天了，你就想骗我钱。我的妈。你觉得为什么男人18岁就可以当兵，22岁才可以结婚？因为女人比战场上的敌人都难对付。比战场上的敌人都难对付。不稀奇的。禀母后大人，500米急报，皇上教年已到宫门口，请您准备好接驾事宜。啊。皇上自个儿啊。皇太后随行。真来了，真来了。透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哎，注意仪态，注意仪态。欢迎光临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帅哥。来，你给我说说你多高兴。你高兴的太早了，我不卖。你们完成业绩就应该收到应有的惩罚，今天我要烂死你们。看人家烧经理每个月的业绩都能完成，你们要向他学习。你们要向他学习。叔叔叔叔，嗯，7号楼怎么走呀？你叫谁叔叔呢？我不是小孩，你叫谁叔叔呢？不是，你这么激动干嘛呀？叫哥哥，叫哥哥，你挺年轻的，不是，旁边你爸都没说什么，你激动嘛呀？你说谁是他爸？谁是他爸？你这孩子怎么？谁是？下班了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啊。没有女朋友，今天晚上留下来加班。你又不用陪女朋友。哎呦我的妈！溜了溜了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哦，我昨天找了一个。哦，那你既然有女朋友了，就不用花时间找女朋友了。今晚留下加班吧。这是高手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哎，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吧？滚！好嘞。
有遥控器，越多越好。嗯，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？我看见啊，我们家遥控器里装电池的那里都有钱。你说妈什么玩意儿？这孩子想钱想疯了。我们多买点遥控器就发财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曹，这里的水质品起来如何？品一口，微微带甜，嗯，还有一种久违的淡淡的苦涩。据我多年的经验判断，这水算不错了。的确，这清澈的口感就它了。干干，那咱们就这儿吗？有它。亲爱的，结婚呢我们就不买戒指了，我们在手指上纹一个戒指，只要谁先背叛就把手指剁掉，这样才能见证我们忠贞不渝的爱情。好呀，那我们去纹个项链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导航去投资包个工程。你想要包多大的工程？越大越好，不差钱儿。好的，搜索到五个项目：太阳安开关、黄河安栏杆、飞机安倒挡、地球没水泥、长城内外贴瓷砖。这工程也太大了，咱包不了。那下次就别在我这儿吹牛逼。哎呦我的妈！别紧张啊，放松。你有什么优点？我非常热爱工作。是什么让你保持这种状态？因为穷。你之前公司年薪是多少？4000。你能诚实吗？我诚实了。这些年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坚持下来？给手机充电。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我最擅长的是在适当的时候说不行。举例说明。不行，出去！不行。那你还有什么想问公司的？WiFi 密码多少？我是说工作上的事情。是首拼还是全拼打的？哎呦我的妈！保安，保安，保安！啊！